对呀，对呀，我好爱吃虾子。哎，我们走。哦，等我。很爱吃虾子。哦，对啊。啊，真的白天了。哎，好巧哦，你来我家干嘛？哎，我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我要整理这个。-12，哦，变多了。我要做很多的。白痴，他白天晚上也太快，我走过去都快晚上了哎。哦，那我睡一觉，播个广告。生气气。提升技术吗？哦，对呢。先提升什么好啊？好。哦。干嘛？这哪个好啊？到哎。蛋去钓虾，钓虾超弱，反正就是我每次去钓虾，刚好都没虾。这个吗？这不错哎。有啊，我那时候就是隔壁钓虾子的大叔，看我太可怜，他偷偷塞了2只虾子在我的那个袋子里，好弱哎、欸！好啦，我要结束，别说，结束，别说，好喽，刚刚有看到蜜蜂，蜂窝啦。哦，我们要趁天黑赶快冲过去，老铁叫买东西，冲啊！有看网络上很多教人家钓虾子的，就你知道，看归看，就像你看人家画画，怎么看怎么有，就自己画不出来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有蜜蜂了哎、欸，知道吗？为什么采不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早安，早安。铁匠。欸、好巧哦、喔，都在这。那你在干嘛？
八十七，在骂屁，变八七，哦，多买多优惠，那就八七啦。啊，你就三个哦，好啦。等一下，我是又卖回去了。难怪他会骂我八七，天啊，我把我的东西卖他啦。哈哈哈，嗯，等一下，我不够，我哦，我只有三块钱，好，行，懂。用啊，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哎、欸，它的位置真的很奇怪，不是正常游戏右边是玩家，左边才是 NPC 吗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多拆点果实卖掉。我看一下。过啦，抽木头。我、哦、真的是会气死，哈哈哈。一个叫背叛的，背叛的。熔炉，哇，这么大，可以转向吗？啊？那、啊、就左右而已哦，我操，我去，哇哇，规划好嘞，天哪、啊，哇哇哇哇，大人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柴火，对不？哦，柱子要干嘛？我还不能弄啊！打鼓，然后钉子啊！啊，怎样？要去找那个小姐。高女士。晚安，晚安。先烧铁。啊，我没有铁啊。这个是石头呢。还是我还没到矿点。先睡吗？可是想先去找人呢、欸。说他会在这个时间出现。哦，对，家上面有铁，我家上面有铁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我家哎、欸，行吗？是吧？
哎，皮红，你，哎，保安问，哒哒，我没钱呐、啊，对不起，我换，可以买你什么？能买东西，抱歉，好吧，对啊，想不到，那我家上面有架。太不透了。好吧，反正要摸索摸。我再去踩踩看那个蜂蜜，这不信邪，摸摸看，一定有方法。要公主。好穷哦，真是已经够穷了啊！顶多重玩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知道这游戏怎么玩就好了，可以再来玩。不会狙击的，重来而已啊，要乐观一点，我好穷。对呢，我还有没有逛过我们家上面？我以前玩麦块啊，我都往东边走，那我就绝对不会去西边，我会去南边跟北边，但就是不会去西边，很奇妙。新地方，加后院，这些都是吗？这些都是铁吗？道路。安的题，对了没差，等破烂的羊驼，哈哈，哦耶，吓死我！五废料，哇塞，是指这个吗？野矿是这样来的吗？是吧 ？Hello， 我采蜜啊，满了，我还扣血，我被蜜蜂咬、哦。哒哒，看到右边，右边，加上面有。对啊，哦，这个哦，捞下去，捞下去，再挖一下。到了，看到。哦。它铁是每天会生吗？挖掉就没。那会很这到底能干嘛？铃铛，铃铛声音是代表有那个来吗？对吧？
够大吗？好。仙喽，太烂的小仙喽。麦当劳欢乐颂，好，带走尸体，走走，欢乐颂，来送起来，可爱哦，没有哎、欸，可爱，有嗯木哦，他一个木最多这样放吗？来你家到咯，这边哦，哎呦又满了吧，哎呦掉啦，也有钱啊，得换钱了，我有钱了，看呐、啊，比较再去换钱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都都都修。哇，打这么一点点，不行，我们只能睡觉了。呵呵，广告了，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早安，早安。那没钱，没钱，那看我玩啊。没钱就看我玩就好了。对，放住着，放这款游戏给你们看的、啊。哎呦，有铁，掉出来的铁，那柴火怎么？放里面。诶、欸，嘿、欸，木棍嘞？外木棍呢？聊啊，光的。会放里面，都先不带身上吗？可以呢，我都要放身上呢。哎呦。卖钱，那是人家的肉体是比这哦，对啊，我现在就是要埋他，埋他之后会给我一张纸，这张纸我要拿去卖给老板换钱。我刚把我东西卖给老板，又不是，对，我刚把我的东西卖给铁匠，又用钱把那个东西买回来，超亏。哦，欢乐颂，欢乐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不行啊，不行，就这只驴子，它会推尸体给我，然后就这样子啦，我要喝东西。哎呦，那款游戏还有自动寻路功能呢！啊，等一下，跑歪了，跑歪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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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动寻路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打开饮料。好了，到，
好了，可以了。欢乐颂，欢乐颂，欢乐颂，走走走。阿门厅，你看啊，就是这样进来这边，然后尸体放这边，然后点这个，哦，工作。好了，我现在有一块肉了，然后就再把尸体放回来，带回来啊，不动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会满吧？墓园早晚会满呢、欸，因为一个木块在工厂。这个一个小小的地方最多只能放几个。好耶，早晚用。有一个证明了，我有钱啦！换钱，觉得人家的尸体很重。不会啊，我们那天玩那个啊，野人模拟器，你在吃人肉哎、欸，到快变智障了、欸。刚不看到驴子瞬间消失。哎，老板，卖券，交换。Yeah， 我有三桶啦。对啦，炉石。所以这个就是传送卷轴。呀、yeah ，这魔兽世界哦、喔。在玩魔兽、哦。怎么这样看起来像蛆？搞面包。狼。吧。嗯。嗯，现在要砍点树。好，尸体怎么来的？尸体的话，驴子会自己送过来给我们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在，你会听到铃声，会有人按电铃跟杨欢乐送来了，那、啊、你就过去就好了。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吧，你看这样聊天室我还看得到，恐怖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说，那个驴子还会讲人话哦。走，带走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有个任务说什么，叫我把一个尸体挖，左右下尸体挖起来丢到河里。任务是什么？想看一下，来看任务，这样，来看任务，嗯，走到
好，你好。欢迎张。跑到十张。没有哎、欸，我怎么可以有啊？有，到了。这个，他刚刚叫我把谁丢到那个海里河里。哇，两个！天哪、啊，我搬到死，我可不可以只搬两个啊？我不行，可以这样子。我可以挤，哦，我用推着就好嘞，赞哦。哎咻，不会直接扔进去啊？我要挖掘证明才能挖木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对，我顺便问你，我的我这个挖掘许可跟花园证书能干嘛？要怎么用啊？看我右键没有用，不能用啊。安安哦。哟，人家后面就可以打怪了。好，没体力啦，对不起。鬼啊，浪费。右边那一大块田上面，右边那块田，你是说小麦田上面吗？是吗？啊，这个哦，真的是哎，感谢你，我以为花园是这里。那挖掘证明呢？干嘛的？